我们在基地不远的地方，袭击他们的运钞车。日军最快的增援一定来自基地，我们就在基地的日军前来增援时，趁机潜入基地。我觉得你的计划很有逻辑，但凭咱们现在的人手，可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动作。南京站的所有行动人员都会配合我们这次行动。所有是多少？17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捣毁掉基地之后如何撤离？日军的反应速度一定不比我们想象的慢。我们必须在日军对基地形成包围之前撤出。我注意到这里有一片树林，但即便我们进入了树林，仍然有被日军包围的可能。我同意你所说的，如果被日军围到树林里，就更难了。 那立刻是无险可守啊！明天一早咱们俩再过去仔细看看。好。小树林，那附近是不是还有一片水啊？是啊，是城边上的月牙湖。嗯，我怎么记着那个树林后面有个集市，要经过集市，再穿过小树林，才到月牙湖呢？ 这里确实有片水，可地图上没有这个小路啊。如果真像小丸子说的，那一定是赶集的人走出来的小路。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去过？我没有啊，我刚才脑子边突然冒出来的。如果我们明天看到的跟你所说的一样，你可千万别说你没来过南京。 我没来过南京，就是没来过南京嘛，为什么好蒙你的？妹妹，别把上面的芝麻弄掉，浪费。你忘了爹爹刚教过我们的一首诗吗？记得，记得，那你背背。 姐姐，我在这儿呢！姐姐，姐姐，我在这儿呢！妹妹，姐姐，姐姐。
自从来了南京以后，你总是有些心事重重。是不是想起过往的什么事情？算是吧。小丸子这两天的表现太奇怪了。他说他没有来过南京，可通过他的状态来看，他一定来过。是啊。 但他也不至于撒谎吧？说谎倒不会。可如果他说的那条小路真的存在，又怎么解释？还有，他在吃台式饼的时候，喜欢把上面的芝麻去掉，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谁？ 我妹妹林秋月，你妹妹，就是那个丢失多年的小妹。嗯。如果是这样，就都解释得通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记住了没有，小笨蛋？粒粒皆辛苦，记住了。 以后不要再叫我小笨蛋了，记住了就不叫了。我妹妹也是在吃台式饼的时候，喜欢把上面的芝麻去掉。这么说，小丸子很有可能是你亲妹妹。我总觉得她跟小妹特别像。 可他又说他没有来过南京，所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就是他。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也许有很多事情他已经记不得了。与其在这里瞎想，不如我们亲自去问问他，看看他能想起些什么。好吧。 人呢？不知道啊，我刚出去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这么晚了能去哪儿啊？哎，艾翠，你们这是去哪儿？发生什么事了？小丸子不行了，我们想出去找找。刚才我还在院子里见到他，他说去买东西。糊涂，这么晚了能买什么东西？他说秋燕让他去的，我也就没多想。 我就不给人了，我要去找爹爹去。姐，别生气，女儿听话，别去告诉爹爹。那好吧，看你知错就改的份上，我就不去找爹了。站好了，果然没错，他还记得这里。
这是小时候我给妹妹娘生狗刻下的记号，每年都会刻一次，每次刻的时候她都不怪我，老是躲，但每次只要我一提爹爹，他就老实了。可是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能跟他聊过。没想到他都长这么高了，天津，哎，救命！あの日に林家の外で発見したやつです。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しかしお前の言った通り何もしていないようだな。そうです。ということは林秋燕が南京に来たのは我々を狙った重要任務のためなのか、林家に来たのは懐かしむためだけか。その通りだと思います。すぐに憲兵隊に伝えろ。林秋燕に伝えろ。はい。林秋燕、目標が我々であればいいのだが。现在能想起来了吗？当年你是怎么突然就走丢了？我想应该是我师父把我带走的。你让我再想一想。小妹妹，糖葫芦要不要？吃一个吧，酸酸甜甜的。可是我没带钱。没带钱啊？那回家找你爹爹要，再来买，好不好？可是爹爹不让我吃这个，他说吃了会掉牙。我买了。想吃吗？拿着。爹说不能乱拿别人的东西。我不是别人，我是你爹爹的朋友，你不记得了？记不起来了。叔叔请你的，快拿着吧。
叔叔带你去找你的爹爹去啊！走，哎，我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就这么多了。自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那个叔叔是大上海有名的千面老荣。他跟我说，我的父母死了，他就是我叔叔。后来。 他就教我很多手艺，教我怎么混迹江湖。再后来，叔叫我自己混。那你是怎么知道月牙湖附近那个集市的？应该是师傅带我去集市买过东西吧。我一直以为那个集市在上海，害得我找了好半天。 结果，没想到在这儿。是爹妈保佑，让我终于找到了你。只可惜，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像你一样。 亲手把木斋给杀了。报仇的事情，姐姐来做就好了。你只要乖乖的陪在姐姐身边，比什么都重要。我会一辈子陪在你身边的，再也不离开了。这些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我吃过的苦肯定没有姐姐多。姐姐，这些年你算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姐姐没事儿，姐姐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吃苦了。哎。 对了，我们哥哥呢？几年前，他留下一封信就离家出走了，说是要去完成自己的理想。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跟我们团聚的。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嗯。 真没想到，小丸子居然是秋燕的亲妹妹。哎呀，这年头，世事难料，谁能想到找了这么多年的亲人，就在自己身边？今晚上这姐儿俩是有的聊了。来，咱俩替他们干一个。哎，这位。 聊聊你吧，一直也不知道你小子是什么情况。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可是我为什么要违反纪律？行了吧你，跟我还谈什么纪律？说说。我19岁之前，一直住在美国旧金山。 后来考入西点学校，就职导长官是我的学长。满洲事变后，我随他回国。我的父亲是一名会计，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可以了吧？可以。
早く早く早くしろ。林中園一派の手がかりは見つかったか。まだです。何かを察知したのでしょう。もう撤退したかもしれません。警戒を強化しろ。油断するな。奴らが見つかるまで持ち場離れてはならん。はい、了解しました。調査殿、完了しました。出発。乗れ。出発だ。一会儿就到，你们销毁完假钞后马上跟我们会合。好，我这边处理完毕，马上就出发。我们走，立刻销毁假钞。过这么久了，还没动静。那边不会出什么状况吧？放心吧，只要秋燕在，不会有问题的。
警戒強化。はい。看样子计划成功了。是我多虑了。准备行动。操心了，放心吧，有你在，我哪舍得死啊？都这时候了还开玩笑？我们应该还有五分钟时间，冲进去后务必在一分钟之内将炸药设置完毕，三分钟是引爆炸药，然后迅速撤离。是，你们走。撤。
这就是阿虎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头撤离。好，你们一定要小心，有什么紧急情况到前东向五号来找我。明白。走。这里距离他们住的地方有多远？不远，绕过这条湖就是了。还是小子记得清楚。走吧，分散开，保持距离。嗯。報告します。入れ。今入った情報です。南人の印刷基地が破壊されました。誰かあたか調べはついたか。林中園の犯行だと。また林中園か。やつの手がかりは見つかったのか。今のとこありません。将死亡者面谈我自己断定できる。やつは特殊な身分を持っている。では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いや、今はそっとしておけ。また利用できる。君にもらいたい仕事がある。何なりと。君に上海の締めに広いでほしい情報がある。それは、その情報はそうです。想什么呢？这次任务不是挺成功的吗？大家过来吃东西啊！姐，吃点东西吧。姐，怎么了？我觉得我们家的宅院里一定有问题。那么多的特工在守护，说明什么？那里现在一定是日军的重要机关。是啊，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特工在外边把守？我同意秋燕的推论。所以秋燕，你是想捣毁他？是。目前日军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全力围剿我们。所以恰恰给了我们一个短暂的时机。同意。如果我们不尽快展开行动，就没有更好的时机了。同意。今晚八点，我们行动。是是是。嗨嗨。バカ野郎、何をぼさっとしてる。人員をすべて招集し、全市を捜索。軍刀を捕まえるんだ。すべての道、怪しい場所は一つも逃がすな。全市を調べろ。はい。二爷，慢走啊。哎，还不错啊。是。哎，菜齐了，几位请慢用。哎，我刚刚听说。那个经济局长张子墨被抓了，不可能吧？我骗你干嘛？说是串通军统，被日本人押解到了郊外保民路230号。要是真的有这回事的话，这个叫张子墨的，怕是活不长了吧？肯定会被秘密处决。就是的。哎，菜来了。秘密处决，小心。别慢用，来喝喝。是我，来来来。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不知道，看样子不像假的呀。那我们怎么办呀？老大也不知道。等他们回来再说。哎，要不咱吃完，咱先去保林路看看。行，那赶紧吃。李云说，张子墨这两天是去参加了一个叫日中经济形势研讨班的会议。并没有像外界传言说的那样，被日本人抓起来。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呢？是啊，李云还说这是一个封闭式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中日各地经济界的高层，为期一周。封闭式会议，为期一周，山本一定另有用意，难不成察觉到了子墨什么？不应该，我们对之前的事情以及所有的细节都进行了仔细的处查。就在他们会议期间传出子墨被抓的假消息，这一定是山本的一个圈套。圈套？那我们要怎么做？要不要马上展开营救？那不就正好中了山本的圈套，坐实了子墨的身份。马上在会议附近找一处民房，调集所有人手，整装待命。是。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这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在日本人反应过来之前弄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你们在这守着，我进去看一眼。你一个人去，这不行。姐，现在里边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一个人进去实在是太危险了。这里我最熟悉，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水牵着我的思念，飘啊飘，落在你身边。拂晓带来了硝烟，带走你的笑脸。转身，越行越远。风吹乱，吹乱我心，化作灰。飞向地平线，在看不见的地点，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思念，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送给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诺言，好让你等待，等待下一个美丽的春天。吹乱我心，化作灰烟，飞呀飞，飞向地平线，再看不见。
心的地点，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思念，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送给你。